我们是冒险团队，是组长王志恒，组员廖志扬，是成员林嘉硕。咦，我的王子在哪里呀？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那只就是了啊。还不是呢，我的王子又帅又勇敢，怎么可能是青蛙？把它煮成汤了。你们不要再骗我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没骗你。我刚刚以为是鸡汤，所以喝了一碗。我的王子。公主不开心地跑到厨房找厨师说：“我的王子呢？”在趁肉，没有看到你的王子。可以去花花草草那边找一下。不要闹了啦，我跑去问守卫好了。守卫，你有看到我的王子吗？我没有看到你的王子，只有看到一只青蛙。会不会那就是你的王子？你们不要再闹我了好吗？公主在找我吗？为什么你会讲话？因为我是你的王子。你真的是我的王子吗？是的，我是你的王子。的王子，王子，王子，我的青蛙王子，你不要乱跑啊！原来公主是做了梦，其实公主还没找到王子。我的王子呢？公主，你刚刚做了一场梦。所以我只是在做梦。是的。公主下了床，走到厨房。厨师，你有看到我的王子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因为我刚做了一场梦，我找到王子的梦。公主走出厨房到草原。我的王子呢？也许在死亡森林有剧毒。沼泽、毒蛇、野狼和大棕熊。不管，不论上山下海，我都要找到。爸，既然你都这样，我就陪你到底。爸，公主和守卫走到剧毒沼泽，这是哪里？这里是死亡森林的第一关——剧毒沼泽。曾经有无数的兵。人进入沼泽都死于这个沼泽，该怎么办呢？能攀藤过河。主和守卫爬上藤蔓，漫过沼泽之后，杀死毒蛇，赶走野狼，最后杀死大棕熊，最后牺牲了守卫。公主最后到井底找到了青蛙，之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